什么现在都要用英文的名字？因为 JPN 其实是 JPN 其实是很好记，因为 JPN 就是 J 是小杰，小杰 P 就是我，然后 M 就是毛弟，就是非常简单，不会有任何那种很难念的，就 JPN。那有人觉得是你们是那个 2 PM 的那个？2 PM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他是真的是非常帅。所以有一点点这样的概念，讲说，哎，你好像 2 PM， 他有个 JPN。没有，因为 2 PM 可能是下午两点钟的意思。他们那时候去下午两点，哎，真的，他们是下午两点钟是男生最活力最猛的时候。对。然后他们另外一团叫 2 AM 是晚上比较深情的时候。对。所以是这样区别。那你们这一团 JPN 是什么？我们是越夜越美丽。越玩越有精神，对，是这样。主要是以自己的英文名字去做出发点，对。那你。